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ffeeMan， 咁今日咧教大家玩掛耳包，可以喺屋企都可以沖到咖啡。當然啦，最好啦，掛耳啦都會有出一啲叫做專用嘅用具啦，就係沖掛耳嘅咖啡嘅用具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冇買到呢啲壺，仲有啲咩辦法可以沖咧 ？Details 啲，簡單啦，200ml 嘅紙杯，摺一摺佢個口，變成一個尖端，加滿咗水之後倒落去就係噶啦。好啦，咁首先咧，我哋先倒第一次水啦。沖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打下圈啦，令到咧佢個咖啡咧可以融合得好啲啦。好啦，8秒之後，我哋再加水，然之後我哋再等8秒，如此類推。好啦，當佢索曬嘅時候，我哋將佢拎起啦，然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噶啦。